我年纪大也无收入，中国人呢，生活金交租啊、电啊咩嘢唔够咯。郑伯伯有长期病患，由于行动不便，需由郑太全天候照顾，每月靠政府补贴嚟应付租金同生活开支，生活上都有经济压力。根据政府扶贫委员会的资料，香港在2020年整体贫穷人口达55万人，在疫情影响下，基层家庭所受的打击更为严重。其实很多家庭都需要我们伸出援手。中电全心全电计划策动各界一起关注弱势社群，帮助舒缓他们的电费开支和生活压力。中电更邀请不同慈善机构一起响应这个计划，将爱心和正能量传达给社会上有需要的人。全心全电的电费资助计划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人，亦可以教识人悭电，是一个双赢的计划。而这几百元对于一般人来说可能很微不足道，但对于低收入的长者来说，电费的资助意义很大。除了电费资助外，中电亦举办不同的共融体验活动，协助弱势社群融入社会。严生严太都是听障人士，平时很少参与社交活动。我先生咧经常都要留在屋企噶，咁我要照顾佢，同佢出街咧都唔可以去得太远。聋人朋友在沟通方面有困难，所以比较少参与社交嘅活动。共融活动可以将佢哋再次同大家联系埋一齐，令佢哋感受到爱。除了不同的共融活动外，中电仲介绍线上游戏六加分。教识悭电贴士之余，仲可以训练脑筋。我哋都需要你哋嘅支持同参与，大家一起加入中电全心全电，一起悭电同帮人啦！